是因为我们是在冬天认识的。来，吃吧。哎呦，这可以，真是。哇，吃还得看莫老师。那不是，那行。那谁要觉得辣，加点醋啊，这个解辣。我刚刚听你说辣，给你加点吧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够了，够了。谢谢。哎，我也辣死了，好辣！你帮我也倒点呗。我给你倒一杯，要不要？老男人，态度那么差，难怪被甩啊！说什么呢？我那叫和平分手。男人不说前任坏话，这是一个男人的基本涵养，懂吗？哎呦，你会说。你单身啊？啊，单身。我看网上说你有女朋友的。那个都是他们瞎编乱造，然后传出去的。谁问？你说清楚。我真的有看见过那帖子，不是那个叫珊珊的吗？啊？挽着你胳膊一块拍照，笑得可甜了。我知道他是谁。谁在那乱说这不能胡说，知道吗？哎，你说干啥？还急眼呢？我们绝美老师人可好了，真的。哎，珊珊，你身边有没有合适的撮合撮合呗？我身边啊，怎么瞧不上啊？没有，我暂时不想找男朋友。哦，我听出来了，你也单身啊？那你为什么不想找男朋友呢？哎，干什么？我还没吃完呢，你。这浓加汤，我给你加点，省得你花得多口渴。哎，久等，大家久等了。拍着。哎，这排队人还挺多的，来。哎，这个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咱们一会儿穿过这儿呢，就是咱们一会儿要坐渡江游轮的码头，咱们马上就能看到鼎鼎大名的漓江了。这个很多文学作品中也都提到过。漓江岸边，十万青山，说的就是这儿啊！非但如此，我们还能看见20元人民币背后的那个图案，也在这里啊！来，给大家呢啊买的都是一等货啊，咱们可以坐在船头看看风景，好吧？辛苦，还得是朱总呀！谢。哎，是我的。破费啊！我晕船，有别的路可以走吗？你晕船啊？坐这种大的游轮也会吗？我从小就晕，我一上船我就要倒，吐得昏天暗地的，不分大小。这样，你坐车，咱们有小车都自己的啊。以前很多晕船的人都选择走陆路，沿途风景也不错。那珊珊，我去坐车了。那我陪你一起去吧。没关系的，我自己可以。我陪你吧。你一个人坐车坐那么久，也没人陪了。那
那是不是耽误你坐船？我没事，我怎么样都行。行，就这样吧，让周正陪你，一路上还能有个人说说话。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你去坐船吧，我自己真的可以。这样，这样，我陪你去，好吧？我总走这儿，你第一次来，你陪我，你陪我。啊？咱俩多久没见面了？你不陪我说说话，你给我坐船。你票给我退了吧。啊，来来来。学妹，你是大家长，你负责代替大家照顾一下人家小姑娘啊。走，走走走走走走。陪我们，走。放心吧，我们走。对不起啊，真的麻烦大家了。那轩轩，我们杨硕见。放心吧，绝美最会照顾人了，你同学交给她没问题的。咱们走。这是大油厂，慢点慢点，小心抬举。同志们，哎，吃饭请上。欢迎欢迎，让让让，亲亲周正他们。好吧，来一起先吧。哎呦，这风，这风太舒服了。来，快快快快快，快上来上来，咱们开了。天气也好，一会儿吧一会儿吧，咱就进去吧，在这里头，走走走走走。哎呦，真美。哇，走走走走，就咱订的包间，有空调，就挺好的。这咱这包间在这里头，咱这二楼今天没人，一会儿想坐哪坐哪啊。还挺凉快的。坐。哎呀，不是你看这话说的，这位啊，这位，这地儿可以啊。哎呀，哎呀，视野特别好，就是不一样。哎呀，这喝多少可以点点茶喝啊。别闲着，别闲着，打牌了，打牌了！来来来，方小松啊，打牌吗？可以啊，来来来，哎，申申，你们打吧。不打了。哎，吃零食了，我去买点。完全不给我。我陪你去，我坐坐。还有一个，哎，坐着了，你快玩。每次都玩牌，你有没有点新花样？这不费脑子。我先抓了啊，来，哎，那我继续。要不咱们出去吧？哎呀，啊，我牌不错啊，你们小心点。抓牌。你大话别放前面。抓牌。还不错哟，才一张。以前总听说山水甲天下，无法体会，太美了，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放你拍张照。嗯，好。嗯。来，摆个姿势，拍了。好了吗？嗯。怎么样？你要不要和我一起？好。等一下，我弄一下头发。是横过来，就拍不到后面的青山了。对啊，拍不到了。那还是竖歪吧。要不，你靠过来点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张我没有笑好，重新来。莫倾城，你想不想和我拍了？你等一下，你别拍了。你镜头。
这按说看别人谈恋爱看多了，总该是有些麻木的。这看枪念词谈恋爱，越看越来劲呢，是不是有点初恋的感觉？哎，对，准确啊，是不是？人家枪老板本来就纯情，不像你。我怎么了？看着就是张花心脸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这叫长得帅反而不花心，见过世面反而踏实。哎，不要。我只说你花心，可没说你帅。哎，你，他都已经单身多少年了，完美配音三大王牌，我名气不比他差，为什么最后我落单了？哎，你这孩子，你争点气呀、啊！就是。哎，万帅白呢？让你争气！你看人家周正啊，放弃这大好的漓江风景，追着姑娘就去。木木，你给我翻译一下。他在说什么？其实啊，都是他瞎猜的。据我一路观察下来，人家俩挺清白的。是，你说谁？生生的同学，短头发那个？看不出来了，他俩从一上车就没分开了。哎，快快快！20块钱冰面到了，快上甲板，上甲板！好，拍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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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等等，别耍了，别打扰人干什么？咱先去，咱先去。走。哦，我上我上。这点觉悟没有，你打扰人。哎，前面有两座山啊，跟这个人民币背面一模一样，就在这看，千万别错过啊！谢了，谢谢，没事。你等等。哎，到了到了！是哪儿啊？应该那个后面就是了。那个吗？哦，还没到呢。啊！哎，行行，到了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拍照拍照，到了，看见了。他们都到顶上去了，我们要不要上去？顶上风大。好，一会儿上去，站得高看得远，还有这么高，越高越高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走，哎呀，可以，高啊，这天是真漂亮。来来来来，来一人拿一个，一人拿一个。到了吗？这哪儿啊？这是米江，就前面前面。谁呀？好久没有用纸币了，尤其这种20元纸币。你说再过10年，说起来20元纸币的背面，是不是小孩子们都反应过来了？有可能。哎哎，我俩不在里面，怎么排挤我俩？你排挤我俩？你哪里？哪里过分？都知道了，都知道了。朋友，别再来了。怎么突然下雨了？不是了，你们要进去吗？都可以啊。只是可惜了，不知道下次再来是不是。你先进去等着，啊，很快到了，我叫你。那你在里面等着。越下越大，太大了也，怎么会这么大雨啊？这地方就这样吗？动不动就下雨，一会儿就停了。谢谢。为什么一定要在外面等啊？还淋着雨，这多有意思啊！哎，人民币10点图案马上就要见到真的，多带劲儿！等会儿多拍几。像这种经典打卡，网上肯定很多人拍，自己下载几张存起来自己看就行了。木木，太清醒的人会遭人嫌弃的。我都说他100遍了，不然他怎么叫木木呢？赶紧拍照，马上到了。拍两张得了，这山都差不多。回去 P 吧。这儿吗？知道了。越下越大深切于天外星，一点一滴勾勒出昨日惊喜，和眉眼如画的你共同写意。
漫过山峰的雨雾轻轻，似是看不厌走不倦的曾经。这一路千里共繁星，我共你走下去，百年月共你照一星。如同云低时天下雨，你低沉的时候我动了心。从此耳畔一更新三更雨，千万种声音中听见你，千万种声音的孤寂，听见你独白句，说我很想很想你。我读懂一幅画外音，读懂你的悲喜，一遍遍日久生情，千万场人声鼎沸里，听出你的声音，说我很想很想你。星辰面千万个朝夕，温柔如清晨雨，轻落在门外梦里，此生有你。3、2、1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快给我们唱一个。天下雨，你低唱的时候我动了心。从此耳畔一更新三更雨，千万种声音中听见你，千万种声音好大的雨啊。这就有毛巾啊，谢谢。不冷吧？嗯，帮你擦。我这衣服全湿了。你热水热水，有没有热水？先把脸呢？这个酒店呢还热水？这雨，这也太大了吧！这雨，这边也湿了。干什么呢？我给你倒杯热茶。谢谢你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有点烫。哎呦，够了喂。好了。谢谢。师傅，把那个空调温度开高一点吧。嗯，行。哎，你们呀，难得来漓江，不坐船只坐车，好多风景看不到喽。这路程太长了，他一个人坐车也没人陪着，大家都热热闹闹在船上玩，想想就怪可怜的。醒了。嗯。那个刚才停车，我看你睡着了，就没叫你下去。这是什么？那个热奶茶，我怕凉了就放杯子里。刚买了个保温杯。这下雨了，你买奶茶不会？没关系，你尝尝。好喝吗？好喝。当然好喝，实打实真茶叶煮出来的。哎，师傅，您是那个桂林哪人啊？我就是阳朔的。一会儿送你们回去之后啊，我正好回家吃饭。你们俩路上就别睡了。一会儿雨停了，我给你们停一下。难得来一趟，拍几张照呗。好，谢谢师傅。那个我倒没什么，就是他第一次长途旅行，错过了还挺可惜的。
对我，对我，对我，我炸一波，你对我都炸，炸我干什么？什么套路？我这一把一把，这啥？等会儿，你为什么刚刚不炸了？一点一点停，哎，上菜了，你看，哎，我刚才问了，还有半小时，是这个姐姐们。你怎么去哪儿都能找到好吃的呀？因为身边的吃货太多。只有一盘啊，去拿着。你怎么不看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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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思绪看不厌，走不倦的曾经，这一路千里共繁星，我共你走下去，百年与共一朝一夕，如同云低时天下雨，你低沉的时候我痛了心。他俩活成小世界了，你总盯着他们干什么？你听没听见？啊，他们的定情曲都放好几遍了。我也发现了，重复率太高了。还有几首别的，全和这小子有关。不是他的动画电影主题曲，就是他配过旁白的剧情歌。羡慕啊？羡慕自己唱啊？不敢，我五音不全。嘿嘿，你俩不觉得丢人吗？你们才是正经八百的古风歌手。是得没变啊？对啊，咱俩最少是有名有姓的呀。哎，豆姐，你就没有什么感觉吗？没感觉，而且人家强老师本来唱歌就好。等着啊，嗯，再来等等，干嘛去？战意盎然，服务员，来点歌吗？谢谢。多少点哪首？我猜啊，一首《偷梁》，一首《白马》，啊，还有一首你的歌。我猜第一首肯定是《白马》，你看看。哎哎，怎么样？是不是点完了啊？是不是漂亮？全咱仨。哎，这盘螺丝我吃了啊。跟你在一起，嘴永远都停不下。不会觉得乏味吗？只有吃。当然不啊，吃穿住行吃排在第一位，是人类的刚需。他们这里的菜很多都要加螺丝，用来提鲜你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你要是喜欢，就能在这里吃个够。哦，对，还有虾，爆炒漓江虾，在漓江上走，不吃他们的虾，那真的太可惜了。哎，这个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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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占肚子，慢慢吃，打发时间吧。直接上手吧，啊，来，这边这边，哎，到了到了，终于到了，哎，你看那个雾，啊，对。啊，咱们快一点点，啊，中国旅游名线，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梁朔。咱们的车在那边，往这边走。OK， 好嘞，哎，走了，上走。那还有水路线，啊，每年都有涨潮期，你们来的还挺巧的，刚刚过。之前有个演唱会在这办，赶上了，半个阳朔街道都被淹了，挺惨的。那淹了之后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收拾收拾，接着过日子呗。这祖祖辈辈都这么守着漓江过来的，家嘛，对吧？这边这边，来。来这边这边，怎么样？环境确实可以啊。我跟你讲，阳朔首屈一指的酒店啊，这江边去哪儿都方便。怎么样？哇，真气啊！这周点不到酒店啦。你拍我的吗？朱总不在里边更好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从这儿往下啊，有鸭子，有锦鲤，还有羊驼。那个旁边有饲料，都可以喂。还有羊驼呢？有啊有啊。哪呢哪呢？没看着啊？你这会儿看吗？你得往里头走。哎。学妹他们来了，嗯，哎，这小子真有劲儿，一手一个，你看看。哟，我还以为你们被暴雨困住了，或者车抛锚了，至少要明天才能见了。我说你小子现在跟我两个没大没小的吗？是想跟我睡一个房间让我教育教育？没有没有。那我跟谁住啊？反正不是跟我。什么？
还有这想法？哎，其实我们木木人挺不错的。当我没说。你们这边太乱了，我不管了。你们俩出一间。对，我俩出一间。那我自己出一间，你们仨怎么安排？我跟你一起，他们俩一起。跟我？这么久没见了，多聊一会儿。假正经。哎，行行，咱一起，你走，走，搬上住，走，走，走。是不是就是前面？嗯。哇，这环境真好。这儿啊。我坐着坐的腰疼，我吃的快撑死了。嗯。你不是坐船吗？怎么还把自己吃的这么沉？先是上了一盘螺丝，说是漓江水养出来的，新鲜。他要我吃，我吃啦。然后没吃完，又上了一盘爆炒漓江虾。我想着，总不能浪费吧，就全都吃完了。你这分明就是炫耀。我刚才一直在摇摆呢。摇摆什么？我在想，你呢是想跟我住，还是想跟他？当然是跟你住啊。哦。哎，你干嘛？洗澡，换下装。怎么了？我一个老总自己住，订个大床房不为过吧？不是你要跟我睡的吗？能换吗？换不了。哎，旅游旺季，这最好的酒店提前一个月都订没了，你除非换酒店。你干嘛？哎，你多宅啊！那。哦，能拉开。我睡这儿吧，你怪委屈你。帮我打电话让酒店拿一套新的床让你提吧。这咱俩这儿挺好的嘛，这不都宽敞。你干嘛？洗澡。说陪我聊天，进来先洗澡。我换衣服，别出来啊。在干嘛？在等你微信。你们社团有安排吗？今天自由活动，明天集体活动，要不要出去找羊驼？等我吹干头发。启程出去啦，晚上不用等我移动速度很慢啊，生生同学。我都不敢认你。为什么？没见过你穿夏装。
那是因为我们是在冬天认识的。试试。哇，我那条好大。是个好问题啊。那我们可以尝试着让他们先消化消化，我们溜达一圈回来再喂。好。哇，伤人的。你会骑车吗？会啊，小学六年级就会了。不过有个缺点，就是不会上下车。小时候跟我哥学骑车摔过，有了心理阴影。后来呢，就只能踩在地面上上下车。所以啊，骑车要挑座位最低的骑。最低的。你家里有几个哥哥？五个，都是表的。哦，我爸爸家那边还有两个堂哥，不过都年纪太大了，不太有共同语言。家里不会就你一个女孩吧？对啊，就我一个，所以他们都叫我哥宝。哥宝。大家都很宠你。以前觉得还挺好的。在家里横着走，有好吃的都给我。逢年过节收到好多好的礼物，后来就慢慢不觉得了。他们一长大，一上大学，就一个个变家长了，等于我有了好多好多家长。哦，这次我四哥还想请假陪着我来，太可怕了。试试看。可以吗？我爸妈家人丁少，亲戚走动不多。经常是我自己一个人，羡慕这种热闹的。难怪你喜欢和他们待在一块儿。看得出。当然，虽然你话不多，总是看着他们胡闹，但是能看得出来，你很喜欢这种闹哄哄的氛围。走。哎，你不要骑在我前面，我怕撞到你。也不要骑到我旁边。我旁边有人骑车，我会分神。好，我跟着你。好。我看介绍说那边就是漓江。我们可以坐竹筏出去吃饭。好，那我们先探探路。下坡慢点。好。不热呀，从外边。心静自然凉。哎，你别装了，都认识一百多年了，怎么了？那几个臭小子在我房间打麻将，可睡午觉都不行。啊，你看我就说吧，老周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这次不是拉了六个赞助商吗？其中有一个临时撤资了，这挺突然的。我就知道你找我准备好事了。我补上了，继续干吧。财大气粗，彼此彼此。哎，不，那这叫什么来？嗨，小静。不热啊，在外面坐着，我走一会儿就出汗了。你看刚才我就跟他说，我们里面点了下午茶，要不过来一起吃啊？哦。里面有空调。哦，好啊。这怎么上啊？你那边绕去这边。哦，那等我一会儿。你什么时候点下午去？现在点来得及，等会儿就说是你要是非要点的啊。你推我身上干什么？我必须是偶然和意外，偶然才能吃到其他的。要我说绅士这方面还得是你，真绅士。去点，快！去，你自己点去。撤资了啊。去，您跟我讲去。哎，小姐，周总，去。你坐这儿吧，
东西收拾好了吗？哦，收拾好了。这大热天的，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走啊？我本来想拍几张照片，但真没想到天这么热。是挺热，所以我才叫你进来吃点东西，凉快凉快。马上，他这边啊，西餐不是，对，怎么样，小青？作为咱们合作方之一，对这酒店还满意吧？哦，挺满意的，我第一次住这么好的酒店，谢谢了。住这么好？这是我一朋友推荐的。空气不错，这啊。挺清新的。对，我们家这就风景好。有的时候吧，我有时候就在外地就想家。干嘛？饭钱你得转我啊，250。那我不投资了。钱你得转，资你还得投，不然我不陪你演呢。活该你失恋。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工作了？没有。你看，这鸭子真漂亮。这是肉鸭，专门用来吃的。这么好看，吃太浪费了吧？看着赏心悦目不好吗？那边那些白色的。倒是用来下蛋的。这几天我不吃鸭子。这面太晒了，要不你去那边藤椅上坐会儿。好啊。哎，姐你慢点，前面搭下坡。你双手捏闸，比单手捏闸，一会儿给甩出去。要不是你求着我陪你做竹筏，真懒得带你玩，下个坡磨磨唧唧的，麻利点。这不快十周年了吗？你总不希望我鼻青脸肿上台吧？这么巧，我以为你们早出酒店了。我们在这儿等竹筏呢。哦，我们俩刚才来过一圈了，没人，凑不齐四个。咱们现在正好四个人。上船吧。走。好。
难得见你打扮自己啊，莫老师。人为悦己者容嘛，莫老师也免不了俗。看得出来，你们俩穿的倒是挺朴素的，应该对对方都没什么意思。他挑衅我吧？我们两个都搭了十几个戏的 CP 了，能嫌弃对方吗？就是啊。嗯。趁天还没黑，还不赶紧上船？快走了，多多姐。哎，真看不上我？你被小情侣传染了，想谈恋爱？我呀，我一个人挺好的。哼。休息过了，是啊，都快忘了生活什么样。每天除了隔壁房就是医院的。你们俩是一个学校毕业的？对啊，他是我师兄，我们俩高中在网上认识的。高三我填志愿的时候，他帮我参考，后来直接就考他学校了。那个时候莫倾城课多，还是我帮霍亚颂做的家教辅导。你一直跟我讲过数学题。那你考没考上啊？考上了。算是我师兄了。对啊。怎么不早说啊？不敢说呀，怕某人以后套近乎。七一过，我们经常到那个下面去抓鱼，那个下面鱼多得很。哇哦，坐稳了，前面就是溪流。哦，好。溪流。树荫池塘无梦初心，无来困人天际，日光懒散下庭，就去陪到农民，等到天上正一阵灵，弄皱了诗意，神秘悄悄动心，借一支舟楫，趁闲要过长堤，舟雨刚刚吐尽，晚霄凉多抚琴，手边荷叶亭亭，成就是前人一曲，晚风却心急，偷尝我一计。流花中破了木窗棂，晒一晒打盹的事情，夜里微风轻草长鸣，盖着满河天星，有不知趣的流萤，偏要与月色攀比，照得心事通明。八月梦这冰天雪地，趁着酒气周游欢愉，满地香老掌中一曲，包袱要先解气，山崖有春深露笔，不劳谁提是作序，我和你万蝶中热烈天地。流花妆破了露窗棂，晒一晒打盹的事情，银河有作歌的鲤鱼，锦鲤藏了辽西，人开书卷
就徐徐和世界走马相遇，晚上烟火光影，八月梦着冰天雪地，趁着酒气周游欢愉，银盘春雨佳酿中名，长鞭清凉解气，生涯有春舍落笔，不劳谁题诗作序，欣然我和你